如来呢是诸佛同名，这是啊一个尊称。凡是正得佛果，拢总会当称为如来。如来啊，梵语呢就是坦陀阿伽陀，也就是啊将外文啊改翻为中文。但是呢，可能去当阵坦陀阿伽陀要干呐？简单译作如来，也阁无够，因为伊也阁有伊的意义存在。譬如讲，如解、如说、如来，或者是如理等等，用真侪种的意义呢，安尼要甲伊浓缩起来。实在是足困难，所以有当时阵伫佛经的内底，往往啊，搁再将伊呢，迄个原因嘛，啊，又中译，所以咱会看到讲贪多恶客多，其实用咱的中文啊。也是此其中一个意义，所以才用如来。如来，那么如解、如说，这拢总是伫坦陀阿伽陀内底呢，一项吼。但是咱向来啊，都是拢用如来。比较较习惯，那为什么那用如来这两字呢？就是生如如理自来，如就是真呐，真假就是不变嘛，所以这是真理，清净故而不变。道理，每一尊佛啊，就是伊的清净的本性，那么清净故而不污染，迄个真如的本性，安尼来人间，当然。这几天都一直讲过去，本来凡夫啊，有跟佛同款，如来本性，清净的本性就是如理嘛，如来嘛，只是咱众生已经是污染嘛，唔只是污染嘛。而且呢，尤其是已经呢是病重啦，所以称为做凡夫。那么要恢复了清净如理，这呢必定要经过了一段真长真长的时间。好好来磨练，磨练出了咱的晶莹光辉、明亮的本性，安尼显现出来，这呢就是如如理，也就是佛陀清净的本性。就是爱磨嘛，
爱磨，安怎叫做磨？其实这是磨字呢，可能咱凡夫的境界都真侪无同啦。譬如讲，禅师啊，伊已经拢完全的透脱了禅理啦。他行住坐卧无不是禅，打茶温水嘛无不是禅啊。一切的动作都是在如理中，但是亚美人啊，他呢就非常的刻意，安怎会打坐？好亲像一直想要磨练出了伊内心的真如，真想要去发现迄、那个真如啊！有一天啊，有一位禅师就跳工伫迄个所在，直直磨啊磨，伫咧磨什么呀？磨一块砖啊！一位学生啊，看到禅师伫咧磨砖，感觉真好奇。就来问啊，为什么你要在这磨砖呢？这块粗砖啊，你一直磨，有什么路用啊？这位禅师就讲，我要把这块砖啊，磨回金棍，要磨回亲像一面镜。那位学生讲，这白了功夫啦。这个砖啊，这是粗的物件，你安怎磨安怎磨，只是这块砖会歪掉去尔啦。切，磨砖要哪会当成镜呢？那这位禅师就讲，磨砖哪袂成镜，那么你干那底下打坐？求禅，敢都会当觉悟呢？这句话用对着禅机啦，这叫做开理用心。就是讲，这位禅师所讲的话，那位学生所伫咧问的。禅师所回答的，伊啊，去启发到这位学生，伊啊，迄、那个内心啊，真实的本性，安尼呢去接触到，这叫做启理。这种启理呢，嘛都爱用心嘛，但拄好伫这个时阵。禅师的心，安尼去应着学生的心，才有法度。伊所讲的禅机，内涵的真理，安尼伊才会当好去接受。这就是跟他了解真理是安尼，所以真多的诸佛，以释迦牟尼佛讲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甚至这个十方三世到底有偌多的佛呢？无量数，无量数的诸佛啊，伊呢，拢是从这凡夫心而开始起行，才入理体悟
才会当到了无上正定正觉的高位。所以讲起来，学佛，咱必定爱学定呢，会当好启发内心的真理。那么，这佛也当既然呢，彻底真理，那为什么呢？都爱搁再来人间，这就是佛的悲观，所以因呢，就是在道家祖旁来人间啊，如解如说，将因内心所解悟的道理，因要搁再来教化众生，所以心如如理而来啊，就是为着要悯念众生苦，所以生愿人间嘛。那么菩萨呢，本来就是彼地功德圆满，咱才会当头体悟到这个究竟的真理。同款要经过了菩萨道啦，那无经过了菩萨道呢，无法度通体证究竟的真理。咱若伫菩萨道中，会当头哦体证了真理，那这呢就是成佛。所以这就是佛客真如而来人间，所以清明如来。好亲像这个境界哦，离咱真远啦，所以咱应该爱知影，咱也阁是凡夫。其实凡夫甲佛呢，实在是一体两面。咱若会当真正去体悟到这个真理，修住这个真理，那么面向伫人间呢，安尼呢，嘛会用得讲是如来。咱从人间呐来讲佛理。既然人人心中有甲佛同款的本性，有甲佛同款的清净如来的如理，那安尼呢？只要咱这份清净无污染，真如道理，那是伫咱的内心呐。那么人人呢心中这尊佛也还是在的，只要咱爱会当去把它启开，去启合咱所行的、所做的、所讲的，拢会当去启合那个真理。那安尼呢，咱甲如来是一体，只是干哪凡夫有时阵会阁犯错，凡夫有时阵也阁会起心动念，会阁有烦恼，这是另外一面凡夫的面。咱若会当好好保持着这份真如清净的本性，咱如是解如是说，顾得好咱的心，安尼另外的一面，敢毋是就是如来了吗？那
安尼讲起来，天下众生这么真多啊，幸福洒扫诸分。所以咱拢定来一句话讲：佛心化人哦，人人拢是佛啊，无唔对啊。只要咱若是时时用佛心，普天之下，人人敢唔是佛呢？只要咱的心有起真如的道理，吼、哦，那安尼呢？咱在这个人间，也是会当立地觉悟。那么，过落来呢，就讲如来佛有无上智慧，明了世出世间一切的法相。因为如来已经呢，用真理来体解天地万物一切的法相，不管是啊世间万事万法，就是万理有足多的道理，每一项物件都有每一项物件的物理存在。世间的物质都有伊的原理存在，不管是一朵花、一丛草，都有伊的原理存在呀、啊。都有伊的基因、伊的根本的因素的原理存在。何况讲人啊，人的生理。这拢总是伫个世间呢，咱看会到的物件，所看会到的形象，一切的道理呀，拢知影，拢会当通了解。这是世间一切的相，也是法，法都是理啊，所以。在世间一切的法相，知影？唔只是世间一切的法相，出世间都爱讲心理咯。咱爱知影，身体、性命，拢是有期限的，唯有慧命啦，是长远的。咱。永远就是把这个慧命呢，安尼随着咱的业力啊，来来回回。不过，这个慧命是带着污染的业，安尼来回。咱要安怎样，让这个慧命会当通清净，咱会当。入迄个即公土的所在，凡夫的来去啊，拢是伫胃土。胃土呢，就亲像咱现在叫做五浊恶世，就是无干净啦，充满了烦恼。世间，这就是啊，过来人生，在这个胃土里。那么，咱现在呢，会当怎样？咱的心理呢，要安怎把咱的慧命生长起来？咱会当现在将咱的心都给净化。在现在面对着这种人事物的道理，来开发咱内心的清净，
自然咱就会当能带着这个清净的慧命，到个最后的一天，咱就会当入净净土。这就是咱常常讲涅槃，涅槃呢是叫做净净，就是清净无污染、光明的世界。安尼，这就是啊，出世。同款啊，咱的心里以将来会阁带来这个畏土，同款的这个心理，咱那净化了叫做慧命，自然都袂阁在第这种呢，安尼五种恶习污染，由不得自己造业、待业、生生不息。所以咱学佛就是要学得安怎会当通出世，出世的真理就是爱往来去找，找出咱自己呢内心这点清净的本性哦。所以儒解呢是佛无上的智慧，以明了世出世间一切法相，甚至通达无碍啊，一点啊都无有颠倒错乱，这呢就是慧明清净的慧明，这就是佛陀，不管是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诸佛，因会通清啊，名叫做如来，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已经呢，会当头证得了、明了世出世间一切法相，这种的智慧，会当头通达，安尼一切的真理，一点啊呢都无颠倒错乱。